我只是感谢他对高雄是想要大量的投资，那所有的对高雄要扩大投资者，我都是心怀感谢，能够亲自拜访的话一定会一一拜访，不光是林益守先生，未来后续如果愿意对高雄投资的企业家，不管是本地的外地的，只要有时间我都会一一感谢。那至于今天的科P今天上午讲了一件事情，讲说你那3000亿的事情哦，该怎么办？我看对你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头痛。你会怎么回应柯P的说法？谢谢柯P市长对高雄市的关切。我还没有接任市长，现在整个我们高雄市的财务状况我没有办法全部掌握，但是未来针对高达将近3000亿的负债，我们新的市府团队也要面对，我们也不可能逃避这个问题。当然，传统的说法就是开源节流。这方面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除了高雄市的建设不能停，在于还债这一部分也要提出办法来。那你会跟陈局市长借将吗？目前没有，目前我都在一一面对面的跟每一个我们心目中有可能的人选一一来谈。教育团体会建议说是否可以找陈局旗下的？我们教育局局长一定要有中英文课程规划能力。我再说一遍，我当上高雄市市长，对教育这一块是最重要的工作。高雄市下一代的孩子一定要接受中英文双语教育。那江蕙颂有去洽谈过吗？你怎么会提到这一个人？因为他的外语能力非常的不错。我们不止这一个人，不是光英文能力强，他还要能规划课程，对整个中英文双语教育他有基本的了解，最好要有经验。他也知道该分哪些阶段，不管是一二三四哪些阶段来逐步实施中英文双语教育，不是一个英文好的人就可以当教育局局长。那立委这个陈莹说有梦到你，民进党立委陈莹说梦到你，然后他在脸书上发文案子说梦到你，觉得很衰，这部分有什么看法？他是自己的看法了，他自己做他的梦，然后我们听到这个新闻就是莞尔一笑。会觉得他人在朝野心在汉我不晓得。那你有梦过他吗？没有，我没有印象，对陈莹我也没有印象。没有什么意见，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意见。那您昨天在脸书上发文说蜜月期已过，是什么样的会让你有这样的感触？因为高雄市是整个市政建设各方面工作压力非常的大，经纬万端，所以我认为我报道之后根本没有所谓的蜜月期，我从来也不会自己告诉自己还有好长某一段时间的缓冲期、赏味期，我都不会想。其实上任的第一天就是挑战立刻就会来，我只是告诉跟大家发表我心中的看法。我认为蜜月期是一个童话而已，对高雄市民对我的期待这么高，我立刻要做出成绩来。那您在脸书上还有提到说过去2个星期也有失误，值得失误是哪一部分？当然是原住民主委这个人是预计的这个人选了，造成轩然大波，这就是属于失误嘛。我们重新调整好吧。那女市长人选的话会考虑柯志恩或是廖达奇教授？目前都还没有直接面谈，还有没有其他的新闻界朋友有问题？所以你希望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公布你的有效名单？我希望能够更完善更完整的时候再统一跟大家公布，好不好？就任前了对吧？就任前当然要公布啊，就任前还不公布吗？就职的衣服量了没啊？昨天好像还没有量。我希望所有将来我的食衣住行娱乐尽可能以高雄在地的人才跟食材材料为主，
因为我们担任高雄市市长对行销高雄非常的重要，所以就从就任的要穿的西装开始，就请高雄设计的人员帮我们来设计将来各方面，我们希望尽可能行销高雄，推销高雄。那今天小内阁进度可以再公布多久？现在还没有，好不好？谢谢啊。还没有新的确定开始吗？一切以我。说你要唱谁去卖的一次一次一次一个一次一个，我会乱。等我宣布之后就定了案，好不好？除非有特殊的情况，宣布之后再定案。一切等我宣布，谢谢。好，唱陈绮麦的竞选歌，您觉得 OK 吗？非常好啊，为了高雄好。好，非常棒，非常。好，我跟观众，那么呢，韩国瑜呢，他在接受联访之后呢，他是现在走上来到玉皇宫这边，准备来参拜还愿。那么事实上呢，今天在高雄这边天气非常的热，针对小内阁的部分呢，他是不愿意再多透露一些，不过他有发表他的心情呢，包括呢他在脸书上呢有提到说过去的两个主办有些失误，那这个失误的一个部分呢，其实他也坦诚说之前原民会主委呢任用的部分呢有一些不好部分呢，他也是坦诚的错误。那么稍后呢，如果呢市长韩国瑜的准市长韩国瑜还有在出面讲话，我们会随时为您来掌握。各方面记者感受到目前这边是有相当多的群众。以上是现场的一个最新情形。
来，大哥，大哥，前面。麻烦，抱歉，抱歉，麻烦各位大哥，我们先上桥。我们引导一下市长往那个地方走。对对，你讲，对对，你讲，先讲你的问题。就是有关于义大的那个。大哥，要不要上？直接问好不好？那上脚架，上脚架好不好？那我们尽快，尽快结束。因为市长这个位置都问差不多了，不好上脚架。好，不玩了。我都问过了，对，那个上关于那个紧急，我们在就是好 ，OK， 就是您上任之后，您最急迫处理的您的经济政策，你会想做什么事情？最上任之后最重要是东西要赶快卖出去。现在高雄市因为经济比较弱，所以东西今年一定要上任之后要赶快先卖出去，人要赶快进得来，所以现在看到很多国际会议家。包括投资者，包括青创理事长、董事长要来高雄开会，要来考察高雄的投资环境，我们都非常的高兴。东西要赶快卖出去，农产品、鱼产品，我们要有计划的。像前两天我已经讲过，请陈丽娜议员立刻到新加坡去准备接单，这些东西都立刻要处理的。我们不管怎么样，短中长都要有计划，不是等某一些项目若干年之后才能开花结果，高雄不能等。好不好？好。那招商在一个最近有一些新的吗？招商的部分，我不是已经讲了吗？我不是已经讲，现在我都还没有报到，没有就职，手上也没有人，也没有政策工具，所以一切等就职之后，你只能问我的想法。东西要赶快卖出去，人要赶快引进来，然后高雄市广大的市民要知道，要告诉自己，我们一定要把品质提高，我们一定要把品质提高，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的观光业，然后来这里。寿命、生命力来延长，这就是这样子啊。如果我们不重视品质，客人来了一次以后再也不来，这个不是我们要追求的，好不好？市长想去哪里抢单？陈颖刚才来电哦，他讲说他是刚请假，然后你请王世杰，你会不会请他？因为他其实也是。如果他愿意来，我们当然愿意请他，因为我记得他是台东原住民的一位立法委员。就任后想去哪里抢订单？每一个地方都会，我们希望。能够只要对高雄愿意开放心胸的城市，我们高雄都会拥抱大家，所有的订单都不排除。规划几月要去吗？没有，目前没有。好，谢谢。我们就职当天的台湾的非常多。快请下，老板那个来
放一个呀，再放来啊，唱一个啦，再放来啊，唱一个啦，有啦，放的三年多，没啦，丢啦，丢啦。对，他现在没有，他看网上看什么。